传统的菜市啊，竞争也成为国外游客来台湾观光的目标。玻璃顶最近就一团来自香港的旅游团，起名要前往菜市啊，踅踅咧。这群香港游客成员主要拢是妇女朋友，行程当中有安排因去体验玻璃最近才拄推出的对着食材去旅行。那带因去踅菜市啊，业者阁有安排在地食材料理的体验。你这种完全无同款的旅游方式，也和这群香港朋友是感觉新鲜又趣味。它的比例、纤维、宽度，还有它的什么细致度有没有？这都是，这表示都是很新鲜的。餐厅总铺师暂时街道做导游，向香港游客介绍玻璃上有代表性的农作物卡皮笋。从来唔捌食过传统市场，来自香港的婆婆妈妈，亲像刘姥姥进大观园，感觉是相当新鲜。特别那些很漂亮的东西，反而我们不敢买，但是在这里看到很漂亮的东西，我们想马上吃。这样子就这种感觉，是因为信心的，很有信心的感觉，比较新鲜的。哎，对，就这个很重要，这样很重要，很家庭式一样的，很那个感觉的，对产品很健康一样。南投县政府秘书长洪水弟也专程赶来陪同因踅菜市啊，嘛扮演起导游，解说本地市场的特色，甲人民生活有偌密切的关联。我们希望说，这些香港的游客在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体验，台湾人哈真正的一个生活方式哈，平常在市场怎么样采买哦，那市场有卖哪一些的东西哦，有哪一些的物品哈，那跟香港有什么不同？因为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来过台湾了啊，可是都是一些很规范的，就是很一般的行程，我们没有尝试过一些特别的行程了，特别的兴奋了。本来说只是逛市场，没叫他买东西，可是现在都买了一大包的东西回来啊！除了洗菜机啊，伊嘛甲餐厅内底实际体验在地美食如何料理，业者特别教因制作咖啡笋碗粿、甲黄子子粉粿，有人把握机会品尝玻璃在地咖啡笋，一直讲实在真好吃，很特别，很特别，没吃过吗？没吃过，这个很新奇啊。在香港没吃过，我没有吃过。优雅，紧做也紧跳舞，将来唔捌有嘅旅游新体验，和这阵香港游客是欢喜甲变过啊！好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没做过这种甜品。这种旅游体验你觉得怎么样？第一次旅游，第一次这样子旅游的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悠闲一点啊，节奏比较慢啊。我们在香港节奏比较快嘛，这种感觉我们对一种很放松的心情来玩，很开心。旅游团领队表示，这次来台的行程特别经由南投县政府推荐，参加玻璃最近才推出对着实在去旅行的游艇，这嘛是这摆因在台湾的旅游行程中感受上特别的经验。记者吴兆成采访报道。